有气体的话，焊起来会比较漂亮。嗯，好像比较顺，比较不会那么要冷却的。啊？那气体就是冷却功能嘛。就是保护它的那个，不要氧化这样子。所以你如果有气体的话，你可以停留一下下再拿起来，这样后面会比较漂亮。嗯，我都是，这切割的，这个 OK 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拜。